想不到，他们真的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打败魂境。接下来，为师就教你们封印魂境的方法。就师傅，先让我吃一口解解馋，再封印。接下来就交给我吧，将三百兽的爪子串起，边用火烤边涂上命酒。开饭啦！搞不了那么大了，先吃了再说。笨蛋，快给我吐出来！这魂境，撕裂的支离破碎了。 想不到这不灭的魂晶，最终居然被你们消灭。